为您有且仅有一个，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。公元1368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，国号大明。中国历史上有人成功的顶点，便是他死亡的开端，而朱元璋的登基却是另一个伟大的开始。他所创建的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不仅持续时间久，疆域广阔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朱元璋创建了一整套健全完备的社会制度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方方面面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并绵延至今。后世评价他，文治太平，武定祸乱。朱元璋的个人经历是传奇的，即治代当了皇帝，从小和尚做了皇帝的那个人吗？确实是。